第三道，锌合金压铸。压铸，锌合金的压铸性良好，机械性佳，仅次于铜合金，铸件强度、延展性、表面亮度都不错。压铸的温度低，流动性好，可铸造断面薄且形状复杂的铸件。锌合金的流动性佳，压铸温度为420至450摄氏度，不可超过450摄氏度，否则合金的结晶会变粗，耐冲击值及锐性锐减。以热释法压铸，模具温度维持在150至220摄氏度之间。模温过低时，铸件表面易产生流纹；模温过高，则铸件易生气孔。压铸压力在105至170兆帕之间，压力过低，铸件内部易生铸孔。锌合金铸件主要用于装饰礼品、皮件五金、电子零件外壳、